是个代购，每天卖到手软，我自己穿的都是明星同款，混几个的卖场早已身经百战，我的梦想就是赚到腰斩万贯。我是个代购，每天卖到手软，我自己穿的都是明星同款，混几个的卖场早已身经百战，我的梦想就是赚到腰斩万贯。星期一到星期天，忙到我都没时间吸烟，一直买买买买买，把所有商品都拍一遍。可能忙碌一整天，却没能卖出去一件，也可能是为了省钱，都决定好了却又变。其实早都习以为常，只能平常心对待，我从来都不会勉强，选择自己的最爱，一般都是好结局，我也会做最坏的打算，不能因为傻逼客人爆单就把我的计划都打乱。我最开心买到限量版，其他都没法比，排队一天一夜需要补充一点维他命，你不出个高价，可能我都不会去回答你。想要买的便宜货，那你就自己背吧。你好东西从来都不降价，劝你省省。快递已经发出，就在耐心等等。我们做到互相信任，你满意就给好评，交给我买，你放心，帮你把全部都搞定。我是个代购，每天卖到手软。我自己赚的都是明星同款，混几个的卖场早已身经百战，我的梦想就是赚到腰斩万贯。我是个代购，每天卖到手软，我自己赚的都是明星同款，混几个的卖场早已身经百战，我的梦想就是赚到腰斩万贯。想按手机，有时候真的特别烦，同一个问题问起来就他妈总是没个完，你是想买个包还是想怎么着，我钱都帮你交，全都帮你掏，你踩入价格有点高，都说顾客就是上帝，但我心无神论，沉默不代表不会抗议，这社会没人管，我只想赚点钱，为今后的路变得更好，走朋友圈早人先没拉黑我的 homie 人少，我需要靠我自己不按价的要，再困难都好我也可以办得到，我想要开跑车，想要住进 bigger house， 想要每种脸上都能带个笑笑笑笑。我是个代购，每天卖到手软，我自己赚的都是明星同款，混几个的卖场早已身经百战，我的梦想就是赚到腰斩万贯。我是个代购，我是个代购，我是个代购，是个代购，我的梦想就是赚到腰斩万贯。我是个代购，每天卖到手软，我自己赚的都是明星同款，混几个的卖场早已身经百战，我的梦想就是赚到腰斩万贯。我是个代购，每天卖到手软，